恭喜你啊！恭喜你！我是阿达，我是 J Sean， 祝大家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赞赞赞！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边呢，有一个很特别的挑战，就是要摸牌。那大家呢，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小摸个几圈。那我们这次呢，很特别，我们两个要挑战。旁边呢有十张牌，对不对？那都在这个签筒里面。我们现在每个人呢，要限时一分钟，抽出一个。看看里面是哪一张牌，然后要在这十张牌里面把那张牌摸出来给镜头看。好，每个人只有三次机会，限时一分钟。你要开始我的图案。我们要先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摸出牌。好，你先摸一张，告诉我们是什么。发，嗨，恭喜北风。看看吧，摸牌用大拇指。真的吗？发。好，六万，哇塞啊！这个三张爆，我对不起我妈啊！开始了，六万，八万，我六万都在这里。好，八万，刷机啊，洗牌。好，开始了。好，行，叫做五，好，来吧，先啊。哦，我先了。对，抽个牌，抽个。要给他们看吗？要，东风，东，你现在要在一分钟以内翻出东风。好，计时。开始，第一张牌，是不是确定？确定就直接翻起来，确定好，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？是他有机会情况对了，是不是他？时间已经过了多久了？这个也有机会，注意点，这个有机会，难讲吗？这个不会，哎呦，叫我翻吗？20秒了，20秒吗？10秒跟我讲。我忘跟你讲，就赢了有机会可以播 MV 大歌。输了的话，十秒了吗？还没。输了的话就要自己下一个。这是给我。我有牌。你要不要换？剩20秒。要换。哇！42秒。42秒。东风，厉害了。来先。你买过魔牌吗？哇，这个人是扮猪吃老虎，你刚刚在那边耍诈是不是？各位观众发财，究竟我能不能发财呢？好，计时开始。你用分门别类，分门别类。嗯，先摸那个最不可能就放旁边，可能的丢一局。等一下。会不会太多有机会？先赶快，先快速浏览，先快速浏览，有机会先放旁边。那怎么摸不可能就淘汰？时间过一半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后面这么快？后面也太快了吧？不是啊。他归类在这边的，剩10秒，有三次机会，有三次机会，错了，南风，东风，3秒，发财了，已经58秒，好，积压时间，所以追上赢，追上赢的42秒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哥，我也不知道我会怎样，一点成就感都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我以为你哥在开枪。啊，大家好，恭喜发财，我是阿达。恭喜发财，我是 J Sean。谁哪个街？那个像，这怎么那个街那个像啊？好啦，今天呢非常开心呢，我们两兄弟要来这边写春联。春联这件事情在中国文化来说呢，书法是博大精深的，跟我们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至于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写春联，怎么办？是不是他们太相信我们？你多久没有拿毛笔字了？国小毕业吧。国小毕业差不多。这毛笔很不错，这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毛笔，叫做一号文泉，是老店的。你要准备了吗？老店，我们要这个是要吗？要临摹吗？要磨一下吗？感觉要吧。好像在考试啊。这个吗？这边帮我们快转。
这下笔这第一下是非常的重要的，知道不知道？哇，他这个下歪了，这就不行，这就整个毁了，你知道？这一笔入魂呢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就一下去就知道一小个部分是好是坏，没有连接到的话，整个局势都会不一样，这个会完蛋，好不好？这个叫做蝴蝶效应，哦，影响了后面的全部，它也叫什么水滴效应？他刚刚一直吩咐我们不要太长。哦，我们要不要就画画一画，见好就收，见好就收，见好就收。我先画个 JD 再说。墨水不够，很好。哇，这个控制的部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哇，这个不好控制。因为我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在画，很认真，真的很认真。你以为我们是会电话的吗？那你就错了。我告诉你，这种的时候时刻，然后完蛋了，名字签错了，大功告成，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是的，这张小鸡之敏图的，我要在现场把它变成一幅神鸟凤凰图，加一个光环。叮叮叮叮叮，就完成了神鸟凤凰图。哎，你这样子超前赶进度，我怎么办？你先进去录那个录音。不行啦。真的吗？等一下啦。你这次用篇中文的书法比较酷，你写丁丁香。好吧，丁香。真的很像丁力，丁力有点创意，写丁力。真的吗？丁丁，这是 J 力耶，啊 J 力，还是点 J 丁，力怎么写？看起来像丁力吗？这是 J， 什么 ？J 力，丁力，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呐？好，快好了，再三十秒，好。嘿、hey, ，大功告成！好，拿起来拍照。快上 hitradio.com 网站留言，没错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独一无二吗？是只有一张、啊。嗯，开运春联，没错，保证开运啊！不然来跟我们换红包嘛！赞赞赞！配可料，怪蛋特调，给你甜的带点酸，哪里怕的麻子，好的 I'ma give you what you like， 配可料。怪蛋特调 ，baby 口感太野蛮 ，baby girl I'ma give you what you like。